向世界的这条路，我们要一直走，绝对不回头，对不对？各位市民朋友，今年的520我就要毕业了，但是台湾要继续前进。我们的高雄市民，谢谢大家这8年来跟我一起创造了蔡英文路线。最近我到每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跟我说，总统你辛苦了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为台湾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应该做的事。8年执政当然有辛苦，但是我看到长辈在长照据点的笑容，看到台船的员工在海鲲号下水时骄傲的神情，我就觉得当台湾人民的总统真的很光荣，也充满了感激。谢谢大家。1月13号，高雄人都出门投票，高雄开出100万票。再大声一点，让台湾继续走对的路，让高雄继续进步发展，好不好？台湾加油，高雄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台湾加油，高雄加油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，最及时准确的开票。下午6点，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，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，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